哎呦，陈云佳佳又吹又积极，哎，积极啊！哎呀，哎，又上升嘞！哎呦，感觉手跳高高一丝汗咯。有嘛？嗯，老大傻就爱用讲，冇前面用 V 就爱用讲。爱讲还是讲，爱闷起啊都。哦，讲用的接触，接触多安尼，那叫接触，手跳高高，对嘛？但是俺提讲，看不看起来哦，又还有。有神团，哦，一唱歌，快要变麻花了。麻花，你我先也跳高脚，俺多少跳高。其实我本来想爱唱，歌跳的。歌跳。都马跳。咩？咪咪咪咪咪在心，我希望唱按歌仔戏调，然后要用歌仔戏整个头套戏服来唱，我很想用那样去表现。哦，结果用为嘛？因为我讲过，必须要表演含的模特样，所以我优先转露肩肩法。嗯嗯嗯，它是它跟别人的主题。嗯哼，嗯，好，加油了，看一下，给看人机做的得到一朵粉了，快复苏。好，来。哇！叫声音，哇！声音，哇！声音，哇！声音佛，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！中佛那三百个是拜佛，平均那叫声音佛，不得了呢。小时候胖不是胖，还有四重，还有四重还是三重？三重，三重。加油！但是哎，你一拜就等于累积分数，等于一下就来很重哎。对啊，对啊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好嘞，哎，好。咧五手指吼，佢會拿阿不如九十五二分，係因為三三人吼，大家佢嘅比較起咯嘅感覺，因為佢明顯哦，大家其他全其他嘅表現啦，全部啊，比如講上音咩啦，韓國啲嘅韻味啦，韓國佢最重要講佢嘅那個動作方面哈，表現都當好，所以相對性嚟講，佢就。提高咧，当然加诶有按个实力啦，哈，国家用还相对更加嘅好。好，好，沈老师，还要做金碧老师嘅评分嘅标准，他这样呢，他不用，冇，结果佢啊金碧全部创个实力，表现得当好。但系刚刚看个立秋啊先生，其实佢哋创嘅时间，人表情冇乜嘅表情，做唔到看见表情啦，很严肃哦，佢仲要咩表情？对啊，但是诶，本书。那不然老多两个粉丝应该没过，但是一样的，也是92。好嘞，你讲必衰嘛，总之有高代嘛哈。你今年能够拿到九十二分，初就是个超型哈。那方面
有比较少较特殊哈，比较少分数哈。然后一方面这个表情，那个加油讲叫表情哈，肢体动作的律动啊，有做到。哦。但是有点分数唔好教我哈，还有三句唱而不你编，但它是一只昂窗眼哈，王哈，人家香啊，人家讲昂，没王。哦，昂。哈，太王。想爱讲昂，老王说的王无穷咯。昂昌啊，年老那哟，那个昂啊，以前你都没注意到，但是之前我爱搞三个月，我就要去研究了这诗。昂，哈，老王无穷咯，黄色的黄是王，香还香昂，昂昌耶。脸红身上昂昌。什么老师？今日安尼介绍朋友，佮姓王的话，咩含佮王少基、王先生安样啊？姓王的话就是王。姓王的话就是王嘛，该就王。哦。黄才姓王。黄色的黄是香，黄色的像王色的，朱子轩个王色的，也是像王。嘿，我啥意思？讲三条上还一条光是像王啊，王色有记啊。嘿，唱歌家用也还讲唱歌啦。平常是还是讲像像是像王啊。太王，太王，太王又不一样了，破音字哦。啊，太王啊，香啊，王锦品。哎，错错错，开始太部分的人音讲王，嘿呀，也唔错个嘿。对，就变你，你有时候要一贴片，要分片的。那你就送一口了哈，哎，大概了解了哈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好，有声音啊。